玩什么？周末以前周末是工作，天秤座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平时弹弹琴，吉他，然后聊吧，有一种饭店嘈杂环境的感觉。啊，我就是，你是环境音。最近是一段我非常能放开吃的日子。台湾或者乌龙茶，台湾。他可能不太愿意听，就是没有，因为我需要恢复，我需要吃东西。你要吃，你吃肉，因为你不是吃肉和骨头。其实没有这个说法。东方新中式没有听讲。那如果要让你去蹦极，你帮忙？听说对人体不太好，所以我可能不会选择蹦极。比如说走到哪儿开张，随时随地都拍，洗完能当一个回忆一样的。但是，但是总觉得把别人洗我的东西，就觉得你自己洗啊，太麻烦的彩色了，过于麻烦。洗黑板啊！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是黑白色的。黑白，他才比画。